侠，不给我，我再打一个身体三倍，用力一点，射远一点，这个不行吧？再高一点。要想其他女人呢？快！九天玄女降入小巨蛋，奎罗之翔，很多人爱脚底运动。第九的民国六八年，一位，很多人爱脚底运动哦，好羡慕你哦。你会管理时间呢，还有办法运动，运动成这样子，想象一片蓝天的样子。在想象你未来事业有成的样子，最好在想象我裸体的样子。来，罗志祥，快给我，我再打一个身体三倍，用力一点，射远一点，这个行吧？再高一点。要想其他女人呢？快！你是个性情的人，所以才会射成这样。只不过能量都集中在你身上。下面混萝卜，下面混萝卜。罗志祥九号五度公蛋啦！为了这次演唱会，他天天练舞超过6小时，忍着膝盖旧伤复发，刻意减重13公斤，还带给歌迷重大喜讯：11月12号将移师高雄巨蛋开唱啦！注意了。7月13号1:10开始开麦，咪咪一直在拍我，你到底会不会去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是第几次看我演唱会？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问的题目好像不是这个啊。哦，这是第一次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看你演唱会。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欠我的钱还没还我啊。力量爱褪色，比对分即可，似是而非只是一线之隔。但是你做我最炫的礼物，是观世咆哮我的态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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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，谢谢你们所有的陪伴，谢谢你们。